日本官员话，一架小型飞机星期日在东京的住宅区坠毁，最少三人死亡。据航拍图片显示，事故现场有烧焦的飞机残骸，以及企处着火的房屋和汽车。坠机发生在距离调布机场没几远。据日本媒体话，这架飞机从调布机场起飞，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所有的遇难者都是飞机乘客，事故原因还正在调查当中。